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。你刚才一直看我干嘛？也不说打个招呼，叫你进来也不进来。其实吧，我今天就是心情不太好，然后看你现在状态那么好，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进去打招呼吗？我没敢想，我也没敢去。其实吧，我今天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不太开心，要不然也不能一个人在地方这么久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也有病吗？哈哈，笑了，开心点了吧？那既然都不开心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看你一眼。